今天这场精彩的对决就在这里上演。我是王涛，和我搭档为您解说的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苏东。今天的比赛看点十足，因为这是大家梦开始的地方，这是本届杯赛的揭幕战。比赛双方分别是西班牙女足和中国女足。能和王涛搭档说球也是求之不得，如果比赛能踢得精彩纷呈，那就好上加好。直接交到门将手中，毫无威胁。亚历克西亚·普特拉斯，耐心的传导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对方防线的漏洞。该取得领先了吧？对手没有拿到机会，这次进攻只能是到此为止了。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央，被防守方先抢到点。刚才很危险啊，幸好断下来了。王霜领先的机会，透过了一次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的机会。也可能比赛刚开始他还没有完全活动开，射门的动作显得略微的僵硬一些，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水准。詹尼尔莫索，亚历克西亚普特拉斯，马里奥纳卡尔登泰犯规了，裁判判罚了一个定位球。传到了点球点附近，这次头球攻门啊真的是太勉强了，对门将毫无威胁啊，对方对他的干扰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啊。对方的干扰让他在空中没有办法舒服地做调整。他这是在示范啊怎么带球向前往回敲，非常漂亮的传球路线。他们先进球了，这一次他们的倒三角传球成功地找到了对方防守的漏洞，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，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，肯定是万无一失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一次抢断顺利地拿回了球。埃莫索拿球直接打门，哎呦球没进，门将状态很好啊。球被断下来了。詹尼尔莫索在前场抢断了，能创造出机会吗？扳平的机会啊，门将把这球拒之门外，不过球还在场上，真是不容易啊，第一下都扑成那样了啊，还要再补一下才能拿到球。好在现在神经可以不用那么紧绷了。是的，马里奥纳卡尔登泰，防守队员拦截了对方关键的一次传球。王霜双妹子王霜拿球，多好的扩大比分优势的机会啊，就是把握不住。创造机会的能力值得表扬，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有待提高。哎，比西尼亚托雷西利亚，詹尼尔莫索，失误了，自己带球向前推进，球进了，他们再下一城，现在2球领先。
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进远的反击战，拿到球之后整个由守转攻的过程非常流畅，紧跟着一脚势大力沉的打门，门将完全没有机会，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马尔塔克雷德拉这次抢断啊，充分体现了他的防守意识。王霜一脚精准的传递，这次进攻啊又没有取得有效的成果。马里奥纳卡尔登泰，伊雷尼帕雷德斯，比西尼亚托雷西利亚，他现在的位置相当靠后啊。格雷罗，亚历克西亚普特拉斯，禁区内有队友包抄，看看这次横传。比赛会有1分钟的伤停补时，传球被拦住了。比赛的前半部分啊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西班牙女足开球，双方一边在战，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。他这边很开阔啊，他就像在梦游一样啊，没人逼抢还能把球带出界。来了哈比，玛利亚皮拉尔莱昂，马里奥纳卡尔登泰，来回的倒脚，耐心的寻找突破口，球被踢出来了，但飞得不远，对方还能组织进攻，危机成功化解了，穿过了对方的防守，球成功送到了王珊珊脚下。现在啊，还是危机四伏。好球，又一个，分差已经被拉到了3个球了。面对对方的2名进攻队员，门将的办法不是太多啊。没错，何况传球打门，哎，都显得非常精彩。嗯，目前比分已经变成了3-0。詹尼尔莫索，马里奥纳卡尔登泰，他又把球铲了回来，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？防守方需要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，防守队员很机智地应对了这次威胁，快速把球铲断了。马里奥纳卡尔登泰，亚历克西亚普特拉斯，比西尼亚托雷西利亚，格雷罗，詹尼尔莫索，漂亮，抢到了球权，这个直塞机会把握非常精准，这下让防守方很难办。还有机会，这球又有了，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，已经领先4个球了。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，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。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，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，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。目前的比分是4-0。王霜，李颖，
挑传打了一个过顶，门将这次扑得漂亮啊。直接交到门将手中，毫无威胁。来了哈比，亚历克西亚·普特拉斯，詹尼·阿尔莫索，一次成功的打身后。传到禁区附近，门将出击破坏了这次传中。埃莫索拿球，亚历克西亚普特拉斯，这球被门将化解了，不过对方还有机会。这次打门啊，对方卯足了劲儿，不过还是被门将给挡下了。绝佳的机会啊，这次抢断充分体现了他的意识和能力啊。这脚球啊，穿越了对手的防线，这次攻势在这个位置遇到了阻碍。这是要上演长途奔袭啊。伊雷尼·帕雷德斯，高的不多，但是这射门质量还是很高的。教练在场下准备换人了，这下搞不好会吃红牌的。他们吃到了一张红牌，本来就大比分落后了，现在又被罚下一人，这场比赛肯定没什么希望了。哎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！绝对的，可以传中一下下试试嘛。球又回来了。中场哨声没有响起，补时一分钟。亚历克西亚·普特拉斯。